来啊，预备，摔！这摔呀！哎呀，你这干啥呢？咋还趴下来呢？哎呀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不摔呢？哎，不行，太吓人了！哎，我怎么摔呀？你之前怎么摔？现在怎么摔呀？之前是张金亚突然窜出来吓我一跳，现在他也没窜，我不会摔呀。你就想象当他吓你一跳，来，摔一个。我是失忆，又不是傻，我平白无故直接摔，我不脑子有病吗？你金亚来，你帮他一下，穿一个。怎么穿啊？你之前怎么穿，现在怎么穿呢？那之前是因为他，我看他最后一个要走了，我一高兴我穿出来了，啊？那你就当他在前面要走了，穿一个吗？这你们不都在这呢？我怎么高兴？他高兴我才能穿起来。你就当我们都没有了，好不好？穿一个。你没事就穿一个。啊？你当我神经病啊？你咋这么磨叽呢？啊？能不能一块玩耍了都啊？哎，你别走呀你！你别笑了，赶紧帮帮忙。这是不是傻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。来，姐，我问你啊，除了这就高兴，还有什么事儿能让你抓家钻出去？那我平时就趴在草丛里，哎，这个沙子吹进眼睛里了，哎，我能穿起来。OK 了啊，来，乔乔，去准备沙子。我要拍一场。动作戏，我是谁？一局一场，一定第一次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咔咔咔咔咔咔！悄悄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能往人嘴里扔呢？歪了。什么玩意儿歪了？这！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对不起，张张啊！再来一遍啊！来，我是谁？一局一场，一进第二次，三二一，开始！哎呀，这，停！咔！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？你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他扔我嘴里，你扔嘴里你也不能躲呀。那个张点不好意思啊，我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。行不行啊你们？千万不能躲了，扔准一点，听见没？啊，马上好了，马上好了，准备啊！我是谁？一击一场一进第三次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忍着点啊！哎呀！看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！我的眼睛啊！正，这是在哪儿？又摔失忆了？他不是早就失忆了吗？我说这回他不会摔的连我们都不认识了吧？不认识的不也挺好的吗？每天都是新的一天，每天都是新生儿。关键是他别的事儿都忘了，他就记得那一件事儿啊。西莫，西莫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西莫。我不管你跟谁在一起，就算是个大明星，就算是个大胖子，我也要把你追回来，西莫。你给我撒开，撒开。哥，你看他这样怎么办呢？这不简单吗？啊，现在他就是一张白纸，你怎么画他就怎么活着呗。振振，振振，你听我讲啊，你现在就是一个大明星，还是影视哥三期的。虽然你没有我哥红，但是你还是非常有优点的。比如说，你说话很温柔啊。你对你的歌迷、影迷都非常的好，当然你对你的助理也特别好，偶尔还会露出一个微笑什么的。你说谁呢你？啊，说谁呢？现在暂时就这些行吗？行。哎哥，西莫，西莫，
啊，郑正啊，我们走。去哪儿？去飞船那个楼梯那儿。干什么？我觉得你上回摔那个姿势啊，跟上上一回不太一样，我心里很过意不去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来一回，兴许啊，能把你这个记忆摔回来。我带着伤，你敢不去吗？除非你是装的，你是装的。我是谁？你是谁？你跟我说那么多话干什么？今天我车限行，怎么开这儿来了？车停哪儿了？啊！哎，我的眼睛！这可是我哥第一次跟我导戏啊！我那个紧张的捂着手里的沙子，不是扔早了就是扔晚了的。后来我就在想啊，那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嗯，我就大喊一声：“小西，小西，小西！”怎么着呀？上次对距离的认识还不够准确，这次又想备受打击啊？那可说不准。你看这张图，这什么？我根据你的成长经历，我画了个图。我发现呢，这20多年来我一直在你身旁啊。你幼儿园的时候不是在玉红吗？我就在你隔壁，叫绿草地。小学的时候我就跟你隔一条街啊。初中咱俩在一所学校，我那会儿学习老好了，你是不知道。哎，乔乔，你刚才大喊了一声什么来着？啊？哦，我就想大喊一声。啊！